脆一点的吧，哦，脆一点的，脆一点的香一点。我们要加了，我要多多的葱。5块钱的豆腐加10块钱葱可以吗？不行，给你完了，后面豆腐没法卖了。我拍不到他的表情，好可惜啊。小份的还是都吃得下的。少片啊，他会有3片。北京威云红收款5元，支付宝付款领积分，再见5元。谢谢你啊。10块钱葱。有个鼓起来了，这种豆腐有什么秘诀吗？就是软的硬的。北京威云恒收款，软的10元。就比较那个一点，口感比较好一般吃的都是正常肉。够不够辣？够。辣椒管够，然后不够回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9。5块钱10片还挺便宜的，比平时的便宜。平时之前我们也有位置在那里的，因为当时没有位置而已。我知道，那当时有位置也要回去了。嗯。啊！我要拍，我要拍，我要拍，成品。嗯，